樱桃虽小，带动致富是个宝。别种别的看收入多了。游客虽少，网上销售一样好。有的时候多的话，或者还不够卖的。今天的生财有道，请跟我们到山东临沂的临港经济开发区，一起去摘樱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生财有道。中国北方沿海的一些地区啊，由于气候和天气的原因，盛产各种水果，比如辽宁的大连、山东的烟台、威海等地就出产品质非常好的大樱桃。那如果我说山东省临沂市的一个地方呢，也盛产大樱桃，甚至被称为中国樱桃之乡，您可能就不知道了。其实啊，过去的节目当中我曾经带大家去过这个地方，这里就是临沂市的临港经济开发区。北半球的初夏，早晨五点已经是天光大亮，这个时间很多人还沉睡在梦乡当中，可山东省临沂市临港经济开发区的农户们在这个季节的这段时间里都会起个大早，只为采摘这满园红彤彤的珍宝一般的果实樱桃。哎，为什么我们现在摘樱桃要起那么早呢？因为赶早市，早上风凉些。是不是早上凉快，这个樱桃也好啊？也好，那个哦，看它这个，我能摘也好摘。我能尝一个吗？行。我上来看了半天樱桃还没吃呢。吃个尝尝。哎，对，我尝一个。甜吧？甜。樱桃是蔷薇科李亚科樱属的乔木，果实每年初夏成熟，红色品种红绒玛瑙，黄色品种黄似凝脂，口感酸甜，营养丰富。除了常见的维生素，樱桃的胡萝卜素含量比葡萄、苹果、橘子多4到5倍，是市场上备受欢迎的季节性水果。我观察一下，您怎么摘？我扫拽拽。就是如果你这样摘下来的话，它可能就不好运输，它就容易破，是吧？嗯。你看，这才是一个标准的摘法。一天能摘多少？也就一天那个，就是，100多斤吧。临港经济开发区位于临沂市最东部，这里空气湿润，四季分明，非常适宜樱桃的生长栽培。每年采摘季最集中的10多天，帮人摘一天樱桃就有近百元的收入。我们村哈，就是不种那个花生了、地瓜了，都栽这回樱桃树，因为这个樱桃哈，就是比种花生还好就。来点樱桃吧。其实啊，刚刚从山上摘下来的樱桃呢，很多都会集中到这里来进行销售。这儿呢是大山河村的樱桃专业交易市场。其实像临港很多的樱桃种植专业村，比如说像大山河、丽家寨，都有自己的樱桃交易市场。可以说啊，在樱桃成熟的季节里头，每天会有数以万斤的樱桃从这个地方被卖出去。走。我去过的这个大山河樱桃交易市场呢，目前仍然是临港最重要的樱桃交易集散中心。那么现在正是樱桃成熟的最佳时期，这里的交易情况如何呢？临港电视台的记者魏静已经到达了现场，我们马上连线一下他。魏静，你好。
季东你好，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大山河樱桃交易市场里。季东你看，可能今天人啊不是非常的多，那是因为还没到十号，等到中午的时候12点左右人是非常多的，包括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都有很多的人来购买樱桃。这个市场呢距离现在已经有15、16年的历史了。以前的时候啊，很多商户会通过上门采购、采摘、零售的方式把这些樱桃销往全国各地。可是今年由于疫情的影响，阻碍了我们临港大樱桃发展的步伐。昔日发展红火的大樱桃，如今是逆流而上还是裹步不前呢？我们来听一听种植户是怎么说的。今年价格比往年都低，低不少，而且这个产量也低，人流量吧也低。咱们樱桃多少钱一斤啊？现在每斗的话是15块钱左右一斤，和去年比的话，每斤的价格都要下降5、6块钱左右。为什么会这样呢？受疫情影响，游客来的也很少，所以就价格也下了。那这样的话，你们这些樱桃有没有通过其他的方式进行售卖呢？我的话是在网上联系一些主播给我带货，或者是在平台上挂货，通过这样来销售。这样的话，销量一天的话在100斤左右吧，反正每天有的时候多的话货都还不够卖的。通过和种植户的交谈，我们得知啊，今年樱桃的价格同往年相比呢，价格上大概下降了5、6块钱左右每斤，但是销售却是依然火爆的。因为种植户们从线下交易变成了线上销售。提到线上销售呢，在今天交易市场里面，我们临港电视台的主播也在进行一场线上直播带货的活动，助力樱桃种植户们拓宽销路。那我们去看看主播怎么说。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一款啊，就是这一款。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别的品种的话啊，咱们这儿大家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品种都有啊，咱们什么样的品种都可以发。朋友，山东省内的朋友啊，山东省内的朋友隔天就可以到啊，挑出来的品质最好的樱桃只有100件，预购从速啊，这老人孩子孕妇都可以吃，老少皆宜，送亲友的这个必备的好品。这是我们临港区为了助力樱桃销售进行的第四次线上直播活动，粉丝流量达到了几百万人次，每天从这儿卖出去的樱桃有2000多斤，可能这个量啊不是非常的多，但是为了帮助农户们销售樱桃，我们也在不断的努力中。好的，感谢魏静。凭借着优良的品质和可观的产量啊，临港樱桃已经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而且这里的合作社还被评为国家级示范社。顶着这么多的光环，殊不知临港种植樱桃的历史并不长。那这里怎么就种上了樱桃呢？它又是怎么发展成为影响了临港几万人的一个大产业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回顾一下之前的节目，看看到底是谁率先把大樱桃引入的临港。滕旭勇，大山河村前任党支部书记，卸任后一直承担这里的护林员工作，70多岁的高龄依然精神矍铄。很多临港人都知道，当年正是他第一个去烟台引进了大樱桃。这号称天下第一樱桃村儿，天下第一樱桃园，天下第一樱桃田。你那个领导人，你要是不相信，到我们大石河滩大金沟、小金沟、东银沟、玉宝盘走一走，看一看，尝尝俺这个樱桃到底是不是天下第一樱桃田。哎，我发现好像每句话都押韵呢，我是不是随便说个话题您都能这么说呀？那也不一定呢。说起樱桃，老爷子句句话都合辙押韵，相当幽默。可是当年引入樱桃却着实是出于一个尴尬的原因。这个村过去啊，那是相当的贫穷嘛，那不深啊，这不到后头上了烟台一考察，看里那时候七个摇篓屋，去了去那咱七个月的钱还吃不上这了，都那么快呢，下了月底回了飞机老百姓找那么个支付满了在大樱桃嘛。这个大樱桃呢，那时候买30块钱一斤啊，那得了不得呀，那就是。哪一年那是？那是83、86、87年啊。
滕旭勇就是怀着对大樱桃的一腔期待，从烟台引种了800棵樱桃苗，辛辛苦苦种了5年之后，这批樱桃树到达盛果期。30元一斤的价格在当时为滕旭勇带来了不菲的收入，也坚定了他把这种摇钱树推广到全村种植的信心。当时我的起了口号，二分半地吃饱饭，零上零下都在樱桃来换钱，那叶子兄弟下里边去了。现在临港经济开发区的樱桃种植以大山河利家寨为中心，辐射周边村镇，形成了百里樱桃一条线，万亩樱桃一个园的格局。种几亩大樱桃已经成为当地农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5亩地这一个季樱桃季下来能收入多少钱啊？前面计算那个没有泄露的。哎呦，没计算吧？对对，现在还不好说。看来这还是个秘密，我还必须得调查一下。现在还不敢说。10多嘛也不敢告诉你。1年这10多万不敢告诉我，看就说实话了。你种了多少年了？我种了14年了。种了多少亩？有2亩多地。几个人管呀？就老头子在管。您管买卖，他管买种是吧？对呀、我给儿子看孩子。能管得过来吗？能啊，管真容易管这个东西。特别容易管。对呀、就这样，拨错了肥，拨错了水就行。一年1亩地投入有多大呀？3000块钱。哦，您这个1亩地能产多少啊？大约得1万左右。10000元啊？对，10000多。那我得恭喜您啊！您2亩地这一年挣不少呢。对呀、那比种别的，比种别的可收入多了，好比说玉米呀、地瓜呀、花生呀，比那些都多，那好几倍。所以您愿意种樱桃是吧？那愿意啊，种得好开心啊！我看您。樱桃种植户脸上洋溢着挡不住的笑容，来临港买樱桃、收樱桃的人也是有着挡不住的热情。初夏来到临港的人绝对不会空手而归，而且买起樱桃来还都是大手笔。樱桃产业带动致富的绝对不仅仅只有种植户，从种到收到卖，相关产业链也是红红火火。你好，我看您要了好多吗？这是樱桃。您是收樱桃是吗？我带回家自己吃的。带回家自己吃，要了多少啊？要了1000多，1000多吧，连连接都是。1000多元的樱桃。我这人没有缘，我买一会儿知道了。今年收了多少？今年收了不少了。大概有多少斤算过吗？我没算过，具体还没算过。没算过哈。花了多少钱，心里有数吧？这也没数，因为没算账，就没算账。你是多久来一趟？1天来2趟。1天来2趟啊？对。那你回去这些东西都能马上卖出去吗？对，基本上差不多吧。哇，太厉害了！这个钱，他是比你这个钱比俺挣的还多呢。是吧？哎，老板，来，我还有点要吧。收足了，收足了。你每次来能收多少？2-300斤吧，每次收200-300斤。几十年过去了，滕大爷啊早已经卸任了村支书的工作，他家的樱桃园呀、现在可以说是后继有人，因为他的孩子们也都在种植樱桃。那么现在他们家的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连线一下临港电视台的记者魏静。我现在呢就是在去滕老爷子家樱桃园的路上，他现在已经不是村支书了，但是大家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都称呼他为滕爷爷。听说滕爷爷现在就在樱桃园里，那咱们进去瞅一瞅。滕爷爷，滕爷爷，哎，滕爷爷你好。你好，好。滕爷爷，您在干嘛呢？我在种桃子。摘樱桃哦，您身体还挺好啊，还能干活呢。身体也还行啊。爷爷，您能跟我们讲讲咱们今年这个樱桃园里的收成咋样？收成的话呢，哈，你得去问我儿了。你我现在这个樱桃园呢，已经交给我儿了，我年龄大了，不能管了。爷爷，听说您儿子现在也是村里的书记了。是这个当地书记。咱们家这个樱桃园有多少亩地啊？16亩。现在怎么管理？一会儿我那个儿盘在那摘樱桃。你有什么事儿，我你自己该找我那个乐就行了。好嘞，好嘞。哎，滕书记您好。你好，你好。咱们这个园子您接手多少年了？咱也好不近这了，父亲教育我。那咱们家这个园子今年收成咋样？收成也还可以。今年受这个疫情影响，游客来少一点。但是呢，这个我现在发展的是，在网上也卖，那个也发展这个旅游。那这个采摘的价格怎么样呢？采摘价格每一斤元3到50元，我这16亩地收于20多万块，
目前临港有49家樱桃专业合作社，发展社员7500多户，种植樱桃面积3万亩。除了像滕老爷子这样的先行者呀，还涌现出了一批带头人。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重新认识一下滕厚玉。现在的临港经济开发区已经拥有多家樱桃专业合作社，其中做得最早的一家就是这个利家寨樱桃专业合作社了。负责人滕厚玉被人称为年入百万的樱桃社长。你这一天最多的时候能发多少？发1万多斤。一天呀？对对对。1万多斤？对对对。滕厚玉的利家寨樱桃专业合作社有900多户社员，而大家对他倍加信赖的原因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指导，更重要的是他可以把樱桃卖出更好的价钱。你好。你好。您是这个合作社的农户是吧？是是。您种了多少樱桃？5亩。5亩哈？5亩就这些吗？多了，还没拿过来。每天都来送是吧？一天送好几趟。您对您的樱桃有信心吗？觉得品质咋样？得有信心，觉得口感是最好的。光说不行，您让我尝尝呗。行行行，要吃哪个？吃这个，先吃这个梅枣。这是梅枣哈？对。好吧，我给你评个优等，好吃。哎，这也分等级吗？当然分等级了，我们发货必须分等级，才有市场啊。那怎么分呢？我们一个靠肉眼吗？不不，我们有个樱桃卡。哎，这东西我看。对对对对，看樱桃规格卡，它是个农产品等级规格的。对对对。然后上面有着，它是根据不同的这个。这个直径是吧？21厘米、21毫米、23毫米、24毫米、25毫米、26毫米，越大的越好。对，27，你看，大于27等于27，都是属于大果系列。你这个随便挑一个吧。嗯。哎呀，过不来。对对，过不来就是大果。哎呦，这28了。对对对对。这算大果了是吧？对对，算大果。这样的就是收购的价格会高一些喽。当然会高的。你这大果子最多，我恭喜你，今天能卖上好价钱。优质优价极大带动了农户提高樱桃品质的积极性，也保证了滕厚玉的合作社有好樱桃可以收，形成了上家的口碑和品牌效应。而从中获益最多的还是合作社的社员们。没有加那个合作社的时候，一亩地也就是卖个5、6千块钱，现在一加有合作社哈，有一建商。一亩地到的快2万块钱哦，一管理好了哈，它这个樱桃果也大，收果也好，卖的钱也多。对樱桃价格影响大的除了品质还有品种，不同品种的价格有时候会相差10元甚至更多。那么这些品种又有怎样的不同呢？咱们这些都是什么品种的樱桃啊？这是拉宾斯。拉宾斯。对对对。这个呢？这是红灯。这个呢？这是梅枣。这是黄蜜。哦，这个4个品种看起来，我有一个特别不理解，人红灯我记得看的时候都不是这个颜色呀。因为红灯已经现在到了末期了。就是说它是个早熟品种。早熟品种，对。那就是说有一个它们的不同之处，有一个就是它成熟期。成熟期不一样。第二个特点。它个头不一样，还有硬度不一样。硬度越高，对，越好运输。越好运输。硬度越低，越运不走。越运不走。说起樱桃的运输，曾经一直是滕厚玉最大的心病。过去几年，每当开始大批量发货，滕厚玉几乎每天都要面对来自客户的投诉，这让他是苦不堪言。我2015年我们运到深圳200多斤全烂了，结果我们损失了都将近10000块钱。保鲜周期过短，造成坏果烂果，一直是樱桃走出远门的一个巨大障碍。于是2016年滕厚玉引进了一台特殊的机器，据说它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台机器究竟对樱桃做了什么呢？据我观察，这好像就是给樱桃洗了一个淋浴，对吧？对对对。它这个淋浴是起到什么作用呢？起到一个把樱桃清洗了一下啊，而且主要的作用就是把樱桃降温。降温啊！对对对，就是说这个水很冷是吧？对对，这是5度的水啊。5度的水。对对对，能把20几度的樱桃降到5度。这
就是把这个樱桃降温之后有什么作用呢？对，要一个硬度增加了，以便于仓储运输。哦，这是预冷过的樱桃，很凉，拿在手里。对对，硬度增加了以后，也减少了它出现烂果和坏果的这么一个现象。哎、这台机器不错，它叫什么？它叫育林樱桃水育林机。对。有了这台机器，藤侯玉再也没有接到过一例这方面的投诉，优良的品质让他的客户越发稳定。藤侯玉，这个当年已经在临港樱桃种植户当中独占鳌头的人，有没有更进一步呢？临港电视台的记者魏静已经到达了藤侯玉这里，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他们。魏静你好。季东你好。提起藤侯玉这个人啊，在我们当地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随着时间经验还有财富的积累，他现在也是把自己的樱桃产业做得更大更强了。这儿你是不是觉得有一些陌生呢？这是藤侯玉新建成不久的樱桃研发中心，不过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是特别了解，他现在正在里面，那我们进去和他聊一聊，让他给大家做个介绍吧。那咱们这个研发中心现在主要是有什么功能？我们这个研发中心有六大功能，主要的有一个是新品种的研发培育，第二个主要的功能就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中心。那您当初是怎么想着要成立这样一个研发中心呢？我们这里的樱桃面积特别大，但是品种已经老化，不适应这个市场发展的需求。那您刚才提到咱们不是有新品种吗？能不能带我们去看一看新品种？可以可以啊。好，走。这就是我们在这次全国大赛获得金奖的布鲁克斯，它的主要特点一个是个头大，口感好，硬度好，硬度高，而且糖分也特别的高，那个市场价格现在达到了30多块钱一斤。我先尝一个行吗？好的好的，尝一个。非常甜，特别的脆，像吃苹果似的，核还特别小。对。2019年，临港区正式跨入高铁时代，特别是在利家寨设站，更是为拉动樱桃经济注入了活力。高铁开通后，临港区的樱桃当天采摘，当天即可到达全国各地的餐桌之上。今年为了降低疫情对樱桃销售带来的不利影响，临港早谋划早动手，通过与电子商务平台合作，让一颗颗大樱桃畅销全国各地。目前临港还在持续探索精深加工路径，重点推进樱桃罐头、樱桃果脯、樱桃酒等产品的开发，同时融合农商文旅，借用高铁和电商冷链物流优势，打造了全产业链发展模式，让大樱桃真正成为临港果农增收致富的摇钱树。